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过关啦！剩下可疑的就是问号啦，先闪掉看看，闪掉看看，好。哎，哎，嘿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各位观众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墨镜哥终于知道这怎么个气了。就是呢，我们先去采，我们先去采那个哇，夸的哭。就是呢，我们先去那个采这个东西，然后闪电，然后呢，后面就会有机关了，就是它有砖头掉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，呜呼。你就可以去踩那个砖头上去了，哦，好阴险啊！这个游戏，哦，真的是非常的阴险，真的是非常的阴险，哦，花了我毕生精力，终于到了这里，跳过去，啊，你看看，啊，你看看，啊，你看看，靠！哇！接下来这边一定过给你看呐，啊，一定过给你看，哦。哇，真的死了！起，上来！哎呦！哦，这真是双重陷阱啊！双重陷阱，这做的高招啊！高招，不愧是我看上的，看上的敌人吗？接下来就是跳这边，哎嘿，跳上来，嘿嘿，没有问题，一帆风顺。往这边再跳。啊，这是怎么样？哦，我操，我操！那有技巧，那我就速战速决。哦，被流星雨砸死。怎么样？小心，步步为营，步步为营，步步为营。哦，直接那个跳关就没错了。哈哈哈！各位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要过关啦！我跳。再跳，哦吼！那这边怎么办？直接给他跳上去了，哈哈，这不就轻松简单多了啊 ！Yes，Yes， 终于到了终极站了。嗯，耶，哦，哎，哦，还好这个技术啊，要不然就给你害死掉。哎，为什么他不掉下去？哇，跨的贵，为什么你不会掉下去？这水管肯定有问题，这水管肯定有问题。哎，没问题耶，那直接跳过去，哈哈，要过关了，要过关了，要过关了，哇，哇，死一百命了，死一百命了，快点快点，胜利就在眼前，这个长了四只方方，这什么妖怪？这什么？哇，这什么妖怪？还是他是投石机啊？还蛮可爱的，我在这边给他丢看看好了。哎、欸，又怎么样啊？你把它丢过来又怎么样？哦啊！你看，你已经耍不了我第二次了，哈哈！没有没有没有！哇，这什么？跟着我一起跳！你们卡卡西拷贝写轮眼是不是？他复制我的动作啊 ，baby， 抄袭我！你看，啊，你看我有跟着，哇！我往回跳也不行。哦，这个游戏的陷阱真的是我玩过所有游戏里面最多的，最多的。你给他过去就好了。卡卡西，啊，你们就卡卡西很厉害，啊，你们就很会学，嗯，卡卡西，卡卡，哇，这什么？哎，刚好跳到那个绿色小平台上面，我跳上去，它就一直跳，哎，无法操控。然后就在上面一直跳跳跳跳到死掉了。我们就等这个卡卡西，我们就等这个卡。
卡卡西，等你很久了。看我的！这个要小心，这个小心，这个，我操！差点！卡卡西，下地狱吧你！哈哈哈！这边小心了，那边能不能一次跳过去呢？我不要跳到那绿色小平台上面。哇 ，yes， 没有问题，摸板台呀！哈哈。什么？这弹簧怎么回事？哇！哦 ，fuck you， banana！ 哇，这一关真的是好难，这一关真的好难。我，呵，哎，哎呀，直接跳过去，直接跳过去，直接给他跳过去。我靠！哇，散弹枪，这散弹枪吗？这个，哇！哎呦喂呀！哦，哇！这太难了吧！他喷那个散弹枪啊！哎，我再走下去行不行？哈哈哈！这样子，哇！谋杀！谋杀！他们。那么丢下这个哦，哎，他是用这个乌龟把他杀死喽，不是用那个乌龟把那个，我靠！哎，过去，哇！问题是这一关怎么躲？这个棋子会杀人啊！这个游戏真的是太不友善了，这什么东西都会杀人，没有完没有了。哇，从下面可以跳上面，但不能从上面跳下面。直接近距离被龟壳撞死。哇，好痛！对，稳住！哇，这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！过去，墨镜哥，永不屈服！哇！哇！我光是龟壳就搞不定了。OK， 稳住。哦 ，Yes， 赢定了！我现在赢定了！兄弟们！哇哈哈！哇哈哈 ！Yes。终于过关了！好呢，各位观众朋友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记得订阅墨镜哥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把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这样才能够接收到我最新的直播或者是上新片的通知啦 ！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